嗱，睇啲特別嘅嘢啊，116622啊 ，Yacht Master 嗱 ，Yacht Master 本身咧，佢出嘅時候咧，佢嘅市場定位咧，都係比水鬼高嘅，即係有幾個因素啦，起碼佢改個名啦，即係都可能俾啲可能老細啊、有閒階級啊，有架遊艇啊咁樣，可能即係電動啊嗰啲，唔係電動喎、啊，入油啊或者係即係拉風帆嗰啲都好啦，出下海啦咁樣。咁啊，同水鬼即係起碼原理上啦，有啲唔同啦。如果你話真係即係講勞力士成個即係嗰啲工當係工具錶嗰個設計意念，哦，錶舊就俾呢個即係科學家嘅，或者係 explorer 真係俾呢個 cave explorer 嘅咁樣。咁從呢個講法都可以係嘅，即係起碼即係得閒啲嘅，即係你係即係一個揸住個遊艇出去超下嘅。咁另外咧，即係 yacht master 咧，佢嘅防水深度低少少之餘咧，佢冇300米嘅，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好似潛水圈嘅一個外殼啦，咁啊得100米嘅防水嘅啫，咁但係咧佢係總係有啲貴金屬嘅嘢嘛，咁呢個咧就同即係一般嘅水鬼潛真係300米潛水錶有啲唔同啦。嗱呢只咧其實咧佢係主要係鋼錶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初入行嘅時候咧，嗰啲師兄都講嘅，哇呢只 Yacht Master 係即係起碼是白金圈嚟喎，幾勁喎！同埋個面啊，個面都係白金啊。咁其實咧，乜嘢意義之下係白金咧？嗱，呢只就係白色鋼啦。咁佢係有曬，佢白金嘅意思係 platinum 嘅外圈。咁我上網睇過佢點樣講嘅。嗱，因為白金同 PT 呢個有少複雜啦，因為鋼又係咁樣銀白色啦，咁咧你白金又係銀白色話，或者可能灰少少啦，咁樣咁啊。如果是黃金，即是間金鋼那些可能會正式一點，間金鋼的 Yacht Master 呢，即是中間的 center link 是黃金啦，然後個圈啦、個圈托啦，和圈片啦。嗱，你看回上網呢，它官方的講法啦，它說哦 ,The Yacht Master by the directional 這個 rotatable bezel 呢，這樣即是這個旋轉的外圈呢是 made entirely 的，哇，全部啊。完全啊！佢對上咧係有埋個圈托啦，有埋個圈片。即係以前成日都有個問題，喂，其實你係個圈片係 PT 啊，定係個托都係 PT 啊，定係兩樣嘢都係 PT 啦、啊？咁樣有幾個可能性啊嘛？咁佢啊即係 show 咗呢個圖啦，佢話 entirely from precious metal 啦，同埋啊 fitted 即係裝上去啊 ，with a ceracom insert。Ceracom insert 是他自己作的一個物料來的，就是什麼呢，就是 high tech ceramic。 嗱，照回原文這樣看，就是說他這個圈托是下面那個，就是 entirely made from precious metal。 如果照一般的理解就是 PT 啦，基本上就是一個珀金的一個配置啦，但是他的圈片 insert 啊是一個陶瓷的圈片，哇！這個真是 surprise 到我，我初不嬲咧都以為咧，喂冇咁著數啊！呢只鋼嘅版本唔會好似即係間金鋼咁，佢嘅底應該用會唔會用鋼啊？然之後咧，即係因為你我見到佢係銀銀地色咁噶，咁我估係用鋼嘅，咁、那個圈片咧，喂圈片應該 PT 啦，咁佢講得 PT 啊，又係即係符合我對 PT 嘅理解啦，灰灰地啦，但係咧我睇翻。官方的正式的文件，因為網上也有很多其他的講法的，樣又不是、哦、原來這塊圈片是陶瓷來的，真的看不出來。如果金錶呢，因為 Yacht Master 也有些金錶嘛，即膠帶那些，膠帶那些金錶呢，它的圈片呢是黑色的，這個黑色的物料呢，即是你不需要看它的說明呢都估到它是 ceramic 一個 陶瓷的處理啦，這個你未必估到，但是應該冇錯，我冇理解錯佢嘅英文嘅行文啦，即係話呢隻錶咧，嗰、那個圈托就係貴金屬，咁如果照一般嘅理解咧，就係 PT， 而呢塊灰灰地有啲字凸上嚟嘅圈片咧 ，bezel insert 咧，就係、是、一塊陶瓷咁樣。嗱，咁仲有一樣嘢嘅，都係同物料有關嘅，就係、是Yacht Master 佢個面啊，即係面嘅意思，唔係玻璃面啊，係 dial 啊，錶面 dial 咧都係一隻貴金屬嘅。
咁勞力士嘅官網就冇講，冇正式講，咁但係網上邊好多都係講佢係 rhodium， 一個 rhodium 嘅一個標盤啊 dial 啦。咁但係咧，當然啦，你而家見到這個呢個咧，佢係加咗啲 coating， 唔同層嘅 coating 啊，即係 coat 好多層嘅，即係 coat 咗層底色，然之後再噴。咁你而家呢就係灰色啊嘛，咁所以咧。面冇辦法，你唔係直接即係 feel 到嗰種咁嘅金屬感嘅，又唔係嘅，除非即係佢表面 coat 呢層，佢又唔係即係唔一定係貴金屬啊，唔係鎗金啊，即係唔係實金之外再鎗金啊，咁所以你未必 feel 到嘅，會咁咯，我覺得就咁呢個係表面，有啲表用都用其他即係貴金屬嘅，有啲用銀啊嘛，銀面啊或者係係嘛。都會有的，金面都會有，不嬲都咁。但係你咁樣溝咗其他嘢，嗱唔溝嘢又唔得喎，應該因為你唔溝嘢咧，好容易金面會氧化，亦都咁冇容易做到一啲黑度啦。你黑度會印字啊嘛，咁所以其實都係要溝啲嘢。咁但係溝啲嘢咧，亦都即係好似寶珀嘅五十層咁咯。佢個妥咧，即係講明係啊，其實你打埋落去啦。如果你係即係究竟你係咩貴金屬咁樣，可能你用一個。乜嘢成色嘅金嘅面嘅，咁其實你可以落一個刻碼落去，我講明係乜嘢成分，咁會好啲咯。即係寶珀五十層咧，佢咪即係用一個 K 金妥嘅，咁但係佢又溝曬溝到黑掹掹喎，咁但係又要好低調，咁但係佢側邊都寫翻嘅，寫住 AU 750嘅，咁你又得個資質咯。咁但係喺裡面啲件咧，如果你唔係好似即係就咁睇到咧，譬如金妥就唔緊要啦，金妥好多時候金標。即係靚啲嘅錶都會用金屬妥啦 ，Omega 嗰啲金錶都會有啦。咁但係佢係睇落去，我知道係金啊嘛嗰件。即使佢唔寫嘅話，因為佢本身就係一種金嘅顏色啊嘛，就係咁嘅意思。嗱，咁睇完勞力士嘅官方個描述之後，即係有少少即係修正咗我多年嘅理解喎。我多年嘅理解咧就係淨係覺得係圈片係 PT 嘅啫。個底咧，我都唔係太相信係嘅一個金嘅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喎，即係照翻行文嘅理解咧，就係、是、反而係個底托係 PT 喎，個圈片啊反而唔係 PT 喎，大佬係陶瓷喎，乜陶瓷咁嘅樣嘅，大佬咁勁嘅，即係高科技喎呢、這個，真係要學下嘢喎。你大家有啲咩意見咧？歡迎留言。